長，我聽下有冇市民。冇喎、啊。你確定？確定啊。紅色燈啦、啊。好。有冇閃啊？閃緊咧。哦，咁得啦，錄緊啦。踩冰車左腳剎車，右腳地油，兩隻腳唔好同時踩，踩一個鬆兩個。的路有冇踩多啲安全嘅？但轉彎之前要記住，轉彎速度過快，另外轉彎嘅時候車輛原地掉頭落空。咁後方車輛站住同埋你，腰部、肋骨、頸椎位置要留意。再望實前方彎，活嘅彎，速度唔快情況下，鬆油門轉方向盤就可以啦。遇到呢急彎咧，必須喺轉動方向盤之前提到嘅車位。中油踩刹车，将车速减慢，再转方向盘。唔小心车辆入草或者撞到差墙喐唔到，就举手咁，我哋过去好似记得。咁时间到结束，见到红条挥动，就后方入后咁啊。翻嚟嘅时候坐住等左车熄火先去得。落车嘅时候咧，记得睇车号，有成绩单可以睇。咁卡丁车同埋公共车，车撞车人容易受伤，而且撞坏车公共制度，一开始慢少少，试一试部车车条水路。尤其系依家朝早咧，条路就会灰尘比较多。會比較善型，所以任何嘅刹车点比以往更加齐全啲。出嚟先試一試啊，熄頭低頭。